为师要与你说的是，之前渡劫失败，为师虽保下性命和修为，但也留下了很严重的内伤。书信告诉你，是担心以后为师伤势加重，危及生命，让敌人有机可乘。所以，为师想让你做道宗的接班人。若是哪天为师死了， 你正好够了，师尊你。丁，天命系统升级，解锁道理功能。道理功能，宿主可以在异性同意的情况下，瞬间和对方结为道理。备注：成为道理后，对方将获得你的体质天赋加成，每绑定一个道理，宿主和所有道理的修为提升速度就会加快10%。 不是吧？天命系统还有这种逆天功能？我的体质是系统评价的至尊圣体，尤其自愈能力非常强大。如果师尊成为我的道侣，岂不是可以享用圣体的这些效果？师尊，你愿意成为我的道侣吗？或许愿意吧。都这种时候了，怎么还有心思问这个？丁，月瑶同意了宿主的追求，成为 第一位道侣，yes，把个成功了，系统果然存在漏洞。为师怎么突然感觉和你创建了心神的连接，而且内伤好了很多，似乎还融入了你的至尊圣体气息？什么？张一，你那是当然啦，师尊已经和我是道侣了，这个就当做是给师尊的惊喜了。孽徒！ 徒儿身心告辞，出发去仙木禁地了。师尊的文号治愈。吻别月瑶师尊，任务完成。随机奖励道具2张死符。一次性道具使用后，可以言语诅咒一个同等级的敌人，让他按照宿主说的死法暴毙身亡。苍天不负有心人，总算完成了任务。可惜系统奖励的是一次性道具，真是难为师尊了。接下来，该去仙木禁地 和人前仇他们会合了，人都到齐了，我们走吧。你们看那边，是西周的人。仙木禁地乃是我西周的领土，中州的人来凑什么热闹？差点忘了，在修仙界还有魔法师的存在。3000年前，神秘的传送门从西周打开，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魔法师发起了入侵战争，魔法师杀光西周修士，抢占领土资源，不断繁衍生息，如今已经形成了异族文明。哼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霸占西周的入侵者就应该从修仙界消失。是时候让尔等看看修仙界是谁的地盘。魔法不行，道法是人族正道。 结界打开了，我们也准备进入仙木禁地。接下来要进入丛林法则了，开始互相猎杀。公子放心，狩猎这种事情我最擅长了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忘了，只记得万年前 天道收了仙界，众神允诺人间。天道，又是天道。我好累。哎，这就死了吗？他应该是没有灵气支撑，过于虚弱了。输送灵气给他，或许会有用。有道理。秦羽啊，秦羽，当年留你一条命， 你在大荒苟且偷生不好吗？非要来自取灭亡？赵殿、李清河，行驾血潮，今日必将让你二人血债血偿。秦羽，你的修为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，成为废人，怎么会？把我真正让人来吧，秦羽。
这是什么情况？系统检测到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，部分功能现已受损，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 boss 柳魔头开始新的冒险。这都是些什么呀？退出，我要退出游戏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怎么办？这边有人都逼到无路可逃了。我跑啊，他们来了。几个人都给我逃啊，我们死定了。主演，这就是你说的欲要成为主角，先要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现在够了吧？还不明白吗？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物了。从今天起，主演我就帮你开启修为，选一把。我是世上最强的剑。好饿啊！谁能给我送点吃的？我要拆了你！人类，借你小命一样。不可能！你明明已经和凡人无异。不，饶我一命！接下来，就让我见识一下无敌剑域到底有多强吧。来！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。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出不了的人，竟然敢不崇拜武将王成。白墨淘汰，下一个。系统，使用一次顿悟机会。第五层料了。身为魔主亲子，纵然第五层又如何？我圣玄宗不收。那就继续。真的，你让他九层料去了。秦宇啊，秦宇，当年留你一条命，你在大荒苟且偷生不好吗？非要来自取灭亡。赵天，李清河，秦家血仇，今日必将让你二人血债血偿。秦宇，你的修为？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，成为废人，怎么会？那我见证一下你的能耐吧，秦宇。检测到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，部分功能现已受损，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 boss 柳魔头开始新的冒险。这都是些什么呀？退出，我要退出游戏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怎么办？这边有人都逼到无路可逃了。快跑啊，他们来了。